来，屏幕这里把色，把白膜这个地方调成色膜，然后我们膜补偿这里下面是最小是调到20，这个屏幕这里色膜调好，然后在下面追踪器这里。追踪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追踪器上面这里有个红灯，下面滚筒这个地方，这下面有，这里是绿灯，下面绿灯，然后在没有这个色标的时候，这个红灯常亮。我们先把它调灭，在没有标的时候调，白膜的地方调。把这个旋钮逆时针调，红灯灭了之后，再顺时针调这个红灯亮了之后，再往顺时针再调一点点，一两个毫米的样子。哪个灯干扰？让这个信号更稳定。这样子调了之后，然后我们点动。这个地方按点动看一下这个追踪器这里。按点动看追踪器这个地方，在没有标的时候这个红灯一直常亮，走到标的时候红灯灭掉，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先点动看一下。走到标了，现在它照到追踪器这里，照到标了之后红灯灭掉，那就说明我们灵敏度调对了。如果这个红灯走到色标的地方红灯不会灭，说明我们灵敏度调得太高了，就要逆时针调一下，调低一点。如果是说在没有标的地方红灯都灭掉，那就是灵敏度低了，就要那个灵敏度调高一点。就是说在没有标的地方白膜这个红灯常亮，走到标的时候红灯灭掉，这样子就是我们那个追踪器这个地方灵敏度就说明就调对了。我们再点动再看一下，你看白膜的地方这个红灯是常亮的，一直亮的。走到标了之后它就灭了，这样子就我们的灵敏度就调对了。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，这样子我们把现在就按一下启动，看它上面标切的对不对。今天是周六。好，这个时候就看它切的对不对。我们在看的过程中按一下这个暂停，按一下暂停，在走的过程中按一下暂停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标，现在切下来的这个膜标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切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这个膜就不用管它。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标在哪里，这个标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在这里切，我们要切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现在就量一下后面这个标，从这个地方量到切口的位置，到切口的位置我们现在是270，然后我们膜补偿这里，看清了。膜补偿这个地方是20，270加20，那这个补偿就给它调成290，等于就是这个调成290，等于就这个那个地方270这里就加进去，然后我们再按点动，再按那个启动，看它切的标对不对，位置对不对。这样子这个标就对了，就刚好在这个标上面切。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调的270多了，比如说切到这里了，切在这个位置，那就再调一点。如果是说切上来了，那就减一点就行了。比如说270到这个位置就调成
280，切到前面没有切在标上面，就调成300，那它就刚好在标上面切了。